你还笑啥呢？笑那笑了，那没办法呢。你说出事故，谁都不愿意啊啊！这没责任，你咋闯着我了？对啊，给我个宝贝吓一跳，宝贝换换。嗯，这个今天我们准备去医院看娜娜的啊。然后我爸在前面开车，在这个主道，大家看到是主道。然后这个车的话，是从这个道过来，然后蹭着我们过去的，知道吧？然后他当时还想跑，还想再往前走，又蹭了一点。然后到那个挡风的话，我们停到这儿了。现在等待那个事故来处理的这个，我们已经视频报警了。这个现在主要是事儿特别多，你知道吧？天天用车的，我那个大车大家也知道，奔驰还在那边改的，现在。天天用车，所以说有办家里事要不顺，一车给接一个。对对对，一直都有事情。现在这雨欣，俺们点点面子。面子。嗯，该巴萨。那个人没干。啊？该巴萨。那巴萨那了？雨欣不害怕，他只是担心这个车蹭的。还有这块。啊，还有这挡风的这块。没啥严重，不太严重，严重倒不严重，只是说这个现在不是去现在去医院要看娜娜，然后的话这个事儿耽误是怕这样的，反正对方都挺好的是吧，都说全责嘛对吧，嗯嗯啊，但是警察也说刚打电话，警察也说是，但是这个本来就是这样，这个很明显的啊，不远望不远望啊，这个我刚才把这个三脚架放到这儿了，现在主要是保险公司要过来了以后要拍照是吧，嗯，然后才能，然后娜娜等来等会儿，对，嗯，真的是阿曼经理，你说去路边啊，咱去路边吧，去路边吧啊，你俩跟前头拍拍都行了，去路边吧，嗯，反正这个事儿挺那什么，我们开车正常开的就这样的直的，他在我们后面就蹭到前面了，啊，这块也蹭了，有你看是他这块蹭的，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挡风啊，哎，真的是不顺呀，今年这都要小心，反正各种事儿不顺，走了走了，进去，哎，这个刚才车这个问题处理好了，哎，娜娜在已经起床了，什么生日快乐？今天生日快乐。嗯，对，要吃那拿吃的。妈妈也两个。嗯。你好。嗯，对。有两个，一个，你给女儿一个。对。对，买那个雨欣说你爱吃这个樱桃，买的樱桃。啊，杰林那儿有东西。对，你给娜娜洗点。我现在没事，他给你洗，他没有。去。谢谢。那怎么了？没事，刚才不是跟你说吗？撞车了吗？别人撞了我吗？没事，处理完了。你不知道吗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打视频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嗯。没事，没事。你就视频吗？给我看。等会儿给你看，对。对，安杰令两个，你也吃吧。所以刚才真的是，我们来医院路上被人开车被人撞了，爸爸开车没事，车人都没事，车就被蹭了一下。那个人是全责，他要去要保险公司赔，知道吧？我们主要是在没有喝酒，他可能就是拐弯拐太大了，啊，就是真的是。一件事不顺，事事不顺。没事，俺们吉林害怕吓着了，也没吓着，他就觉得车弄坏了，没事，能修了。不害怕，不害怕，没有特别撞的，不是很厉害。他没事，嗯。这娜娜现在不输液了，还要再过几天才能出院，现在吃药，对吧？两个小时吃一次。我知道在这儿，是不是在这儿？这个东西，哎，知道你之前输液，你定了有闹钟对吧？对。嗯，因为我之前，哎呀，还要工作的，要啊，
好的，你那是对，挺好的。但是仅仅走的话，医生说，一个医生说，你要喝一两几个小时。女医生说一个小时，不是一次，两个小时吃一次，对，男医生说四个小时吃一次，对，谢谢你，阿杰，那你吃吧，你不吃，你不吃，坐，坐，今天阿杰令还要上中文课呢。对啊，本来可早要过来了，就是这个途中被发生交通事故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希望这个，哎，希望一切都好吧。这个事情出来没办法，过两天我们去修车，我卖了东西，修了门之类的。安杰林，今天该读一下勤劳里的。你说中文，你说大家好，你好，你还会什么？我讲。你要吃什么？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火锅。就喜欢吃火锅。喜欢吃罗里麦。对。对。娜娜给你买的东西。不看。谢谢，我买的。你今天。黑色，反正吃硬糖。这个也黑色，妈妈写。因为这个写很太热了，对。谢谢。他现在就喜欢苦糯米。我卖了苦糯米。我知道。苦糯米。行。试试。吃一下这个，安杰林，俄罗斯的，好吃。尝一个，对，吃一个。sweet。老婆，等会儿我们要走了，我要去送她上课了啊，我晚上再过来，好吧？一个，你的。家里面有一个，杜雨欣，好了，希望娜娜早点出院。这个家里面最近事儿也多，娜娜住院，然后又出车祸，这那的，反正各种问题。我买了吃的，我回家我做披萨。你不用做了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希望娜娜早点出院。好的。是吧？拜拜。请点赞、关注、评论哦。